这村民砍树卖钱赚了不少呢。可是树总有砍光的时候呀，未来怎么办？未来不还没来吗？当下最重要的是当下。蛇皮蛇骨酒，一律通通五折。来，让。蛇肝蛇胆，鲜蛇肉。 蛇皮蛇骨酒，不是，小兰，上次大学就是不一样啊！我认识你太突然了。这位大哥好身手，敢问何方神圣？ 在下蛇王后裔，永安村捕蛇人，木生。哦，原来是鼎鼎大名的小蛇王啊！久仰久仰。小蛇王，师姐，师姐，这第一回听说，有点本事。这位巨爷，人家好歹救了您一条命，您不拿点钱表示表示？表示表示，得了吧你俩。 一唱一和，这车一看就是你们故意放的。这蛇奇毒无比，养它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没错，我小时候见过这种蛇，即便是最好的捕蛇人也不敢养。哎，还是这位小姐见多识广。景兰，你竟听外人说话，谁是外人还不一定。我，木生，我是景兰，好久不见。嗯。 手上脏，免了。风湿、痛风、肾虚的朋友注意了啊！蛇产品一律通通五折，快到永安了，大家抓紧购买啊！怎么回事？会不会开车啊你？什么情况？是不是有人害车的呀？ 是不是有人？山贼！山贼！车顶上什么东西啊？ 媳妇儿。